哎，还没，不是啊，还没这个啦，这是一号先抽签，真正的签在这边，这边才是你录的签，你是二号，我是五号，我是三号。抽到自己的奖票，我们就要换，对。这就是我写。好，所以一号在哪里？好，你先抽礼物，不可以看，眼睛闭起来。我牵你的手，不可以看，你就随便拿一支。好，五号的礼物在哪里？这个。五号的礼物。哇，是沙沙的。好，下一个换二号。二号在哪里？在这里。眼睛闭起来。你不要这么严格。三号礼物在哪里？我。哦。你们可以换，的确你们家几率太高，看你们要不要换。随便你看到那个。你要换吗？你要三号？要。你要换，那你可以跟黄阿姨。你要换礼物是不是？你要这个吗？你要这个，好，那你就那一个哦。3号。哎，三号，你刚刚是三号嘛？对不对？这个。好，下一个三号。几号？四号。四号的礼物是这个。严谨瑞。严谨瑞刚一直在地上提五号，哎，你刚刚是三号。四号，换四号。谁拿数字四号？数字四号。哦，你四号，好，换你收。你啊，几号？你拿七号。七号的礼物在哪里？七号的哪里？一个。你要换，好，给你一个机会。好，我把七号拿起来。你拿一根。几号？九号。我的。哦，那这。好，剩两根，给你挑。几号？一号，一号的这个，哦，这么难的，好，那你拿一号的礼物，好，那你一号这一根还我，好，哎，刚抽起来，五号是谁？好，换你抽，这一个是七号在哪里？我，然后这个，你要你哥哥的，又是自己要吗？你不要。那你要换吗？你要换吗？你不要换，好。然后再来下一个几号啊？六号，六号是谁？啊，眼睛对。哈哈，我抽到你的了，你抽到我的，那我就到眼睛。我抽到我弟弟的。哎，你是六号，这个。六号我的，你抽到姑姑的了。好，最后你是最后这个二号，你就这一个。OK， 好。好，谢谢。